甜的，最甜的。我就把它擦掉就好了。你们听了？你们听了？下一道开始。我在叫监视器。对。第一回合，请转账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靠！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很好。血豆腐，潜影，潜影杀手啊！哦，潘俊的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哦，我知道。他们是全职的啦，我是业余的。哦，真的。啊！我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！一闪也很缓慢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来一个，好认真的按了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。掉了。QQ。真的是，超中二的七龙珠你知道吗？元气弹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跟他一样中二。喜欢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召唤球，然后手势。对。中二圣骑士。对。一、二、三。用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爸爸那个第七弹把它清掉。差一个，是高级球。真厉害！第七弹居然卡在里面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